在我们是电话局的。电话局。还有个小弟弟到那个聪明农场，我大哥到黑龙江，我姐姐没去插队路后，因为母亲身体不好。我们是一个大的单位，邮电管理局最早的单位。我已经70岁了。哦呦，您状态还可以啊！啊，状态还可以啊！70岁。您原来做什么的？原来我们是电话局的。电话局。你大概不知道电话。电话。现在是改为电信局。哦，电信公司嘛。原来电话很少的。电话局的时候100多年的历史了，后来那个企业重组嘛，重组以后把电话就并了，并改电信了，叫上海叫电信了。原来应该是一个很吃香的单位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老老原来是个电话局、电报局、邮政局、传话局，都在一个系统，包括邮政。我们是一个大的单位，邮电管理局最早的单位。进去不容易啊。哎，进去我们当时都分进去的，我是73届的。哦哦，您是73届的。分进去，这些单位嘛，你66、67、68、69，他们不是一片红插队落户嘛？我们嘛就根据你家里啊，不要。两个在外地，你是硬的工方，上海直接分单位。你比如说家里都在上海的，你下面就要出去。我的弟弟半工半读，还有个小弟弟到那个聪明农场。我大哥到黑龙江，我姐姐没有去插队落户，因为母亲身体不好，没出去插队落户，在家里。后来嘛，就在李弄加工厂做，收入都差不多的呀。李弄加工厂。哎，李弄呀，是李弄里的办的三厂一样。李弄加工厂当时是算比较差的，低档，低档，差的。您兄弟姐妹还蛮多的。6个，我妹妹嘛当兵去。那像您现在工龄多少呢？工龄嘛41年半。退休金应该蛮高的。7000多。哦，还可以，蛮好的。企业嘛还有年金，年金还有900多。就8000多，8000-9000。哦，哎，这次是运用够了，还是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，身体主要的，对吧？嗯。